哎，草莓姐姐，之前你有说过一个神秘岛的故事，不知道那个神秘岛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嘞？那神秘岛有变回原来的黑白色吗？那音乐仙子还留在岛上吗？对呀，那星星宝石呢？豆豆狗呢？哎呀，永英哥哥，洛璃姐姐，等一下，你们的问题啊一下子太多了，一个一个来。对呀。今天啊，就让草莓姐姐和我来说故事给大家听吧。哇！自从音乐仙子把星星宝石送给了神秘岛之后，让原本黑白色的神秘岛变成了彩色缤纷、充满欢笑的地方。现在星星宝石可是维持神秘岛生命能量的泉源，岛上的居民都小心翼翼地保护它。音乐仙子也常常来看星星宝石是否有规律的散发光芒。豆豆狗啊，更是天天来报道，绕着宝石转圈，跟着宝石闪烁的光芒跑步玩游戏。我最喜欢跟着星星宝石的光芒跑步，看着它跑，心情真好，实在是太美了。咦，什么声音啊？香蕉哥哥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有吗？我听听看。没有哎。嘘。哇，听说这里有一个很美的星星宝石，是真的耶。你是谁呀？你们好，我是从神秘岛的另一边山坡过来的瑞比兔。你们是谁呢？你好。我是住在神秘岛中央小屋的豆豆狗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喜欢跟小朋友一起玩的草莓姐姐。Hello， 我是最帅气的香蕉哥哥。很高兴认识你们。神秘岛的星星宝石真的好美哦。对呀，我天天都来看它，最喜欢绕着它跑。那我也要跟你一起绕着它跑。星星宝石变得更闪耀了耶！真的耶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让我来替你们解答吧。星星宝石的光芒是跟着固定拍而闪耀的，而瑞比兔的步伐是在固定拍中出现了两个声音及一个声音，快快慢的变化，这样子的组合叫做节奏。当星星宝石收到不同音乐元素的滋养时，亮光就会变得更闪耀、更美丽哦。原来是这样，瑞比兔，那我们一起给星星宝石更多养分，让它绽放出更美的光芒吧。好啊，好啊，那我们来帮你们加油吧。大家准备好了没？我们要帮豆豆狗还有瑞比兔加加油！加油！我最会了，听我的哦！豆豆狗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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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瑞比兔加油！哎呀，香蕉哥哥，这样子有一点吵哎。对啊，而且都搞不清楚是帮谁加油。嗯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那我来告诉大家怎么加油好了。等一下我说一二的时候，你们就要说。加油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练习一次哦。好，一二，加加油！一二，加加油！很好，很好。那我们现在就跟着音乐来帮瑞比兔还有豆豆狗他们加油喽。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现在赶快跟我们一起加加油！就是我们很期待的音乐派对时间喽！一起 party！
今天的音乐派对，哥哥姐姐要一起来演奏乐器，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也可以结合今天的节奏游戏跟着我们一起玩哦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四种无调性的打击乐器。没错，像我的呢就是双头木鱼，会有两种不同的音色哦。我的是手摇铃，手摇铃可以摇奏也可以敲奏。我的是响板，是历史非常悠久的敲击乐器哦。我的是铃鼓，它演奏的方式有拍打、滚奏，还有拇指轮奏。大家都准备好了，音乐派对开始喽！真好玩，一加一要算一算，多少朋友来作伴，转圈圈要一起说，一二三，转圈圈要再来一次，一二三，一是梨香金颗粒，二三天鹅真美丽，三用耳朵听一听，四水井桃滴滴滴，转圈圈要一起说，一二三，转圈圈要再来一次，一二三。嘟嘟嘟，开火车。